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收睇《國情講情》啊！嗱，教授啱啱咧嗱 G20 峰會咧就嚇、啊、完咗之後咧就去到 APEC 啦，咁咧、啊、就之後哇喺、哎、刀光劍影啊，十分之好睇。點解咧？咁啊，一開始之前咧，啲分析啊又好，新聞又好啦，個個就話今次應該係呢一個嚇、啊、奧巴馬被批鬥嘅大會、啊、因為搞咗呢、這個嚇、啊、QE2 成6000億嘅美金咁樣流入呢個咁嘅市場。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嚇嚇、奧巴馬都唔係嚇少嘢嘅喎，都話翻你人民幣繼續控制匯率，我哋只不過做翻相應嘅動作。但係好，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以前咧，通常咧就係、是、由呢、這個即係財經部或者唔知邊個部門啦去講，即係去鬧美國噶嘛，鬧美國啲經濟政策。今次係外交部發出呢個強烈措辭嘅聲明，唔係人民銀行喎。係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喺G20 啊 APEC 之前咧、其實美國咧就已經充分動員。希望咧向中國施壓。其實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是、大家記得咧，布殊小布殊總統任內最後嘅一個財政部長、Paul Hanks， 同埋咧呢、這個啱啱咧嚇奧巴馬上任咧，成個政府都係啦嚇啊，咁佢哋都話誒嗱，我哋唔能夠公開批評中國㗎、啊，你公開批評中國向中國施一加壓力咧，只有反效果啊咁。當初係咁講嘅。但到最近呢大半年咧，就冇講呢對呢啲嘢咯喎嚇，而家就公開向中國施加壓力咯，即係嚇向佢批評啊嚇、啊，而且亦都係遊說咧日本啊、歐盟啊咁啊向佢施加壓力，即係基本上都係好簡單。喂，你好升值咯喎，你唔升值唔得喎，你外貿盈餘咁大嚇啊，你會損害我哋利益啊咁啊。咁但係其實。當美國人咧去鬧中國咧，話佢操縱呢個匯率嘅時候咧，咁即係你自己照下鏡，你搞兩次量化寬鬆，咁好明顯就係、是、嚇、啊、印銀紙壓低美元匯率，咁呢個個個都知道，咁你又話人哋操控匯率，咁你自己喺度印緊銀紙，多次印銀紙啊，壓低呢個匯率，而且我哋都知道日本過去呢六七個月咧，都多次入市干預咧。係咧，唔好俾日元升值嘅。咁事實上證據確鑿嘅美國、日本都有操控匯率。你而家話中國操控匯率咧，就的確真係冇乜道德力量啊！即係你咁你點講得通咧？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啊，中國當然亦都係有啲反合眾啊嚇，或者你可以話佢典型嘅聯盟嘅外交啦，咁啊去揾俄羅斯嚇、啊、拉攏俄羅斯，又去歐盟嚇、啊、訪問，派人子先一陣子咧向幫希臘買國債，然之後咧我哋國家領導人咧又去訪問咧德國啊、法國啊、葡萄牙呢啲咁嘅地方嚇，亦、啊、都基本上咧係買嘢啦，係嘛大灑金錢嚇喺、啊、法國買咗20億。200億好似200億歐羅添啊，買好多飛機嘅咁啊！即係佢即係拎出嚟咧，就係20億，咁啊再買啊飛機有啲係未來嘅商業訂單啊咁啦，咁即係基本上都係討好呢啲國家啦，咁啊抗拒咧美國嘅壓力，所以到你頭先講即係雷聲大雨點細都光劍影一輪，咁啊都係你睇睇嗰個實際嘅會議嘅結果都係非常有限嚇，咁啊只能夠話橫濱嘅願景。你講願景咧，你就知道啦。咁啊，希望咁啦，希望咁啦。即係你冇一啲冇實實際際嘅話行動計劃，冇實實際際嘅量化指標，只係能夠拎個願景出嚟。咁你可以話打成平手啦嚇。咁啊，中國嚟講都係嚇。成功地抗拒咗你嘅壓力啦。因為如果講翻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指標性嘅即係嘅探討啦、討論咧，其實咧喺呢個 G20 峰會嘅時間咧，曾經咧係有啲大國咧係討論過，不如出一個叫 balance sheet 嘅上限嘅，即係大家各國嘅 trade 咧就應該係盡量有個 limit 嘅。咁當然啦，就俾人嚇。揼到爆啦！咁啊，即係新興國家，包括以出口為主嘅國家，包括中國啊，仲有其他啦，印度、巴西嚇、德國都有，西德國都嘈嚇嚇，即係嗱，發達國家大家好清楚，德國、日本咧都係有大量嘅出超嘅嚇，咁、啊、所以咧，你即使係發達嘅國家嚟講咧。
德國、日本都覺得喂損害到我利益喎，咁嚇。係咯，咁所以咧就俾人即係曹老闆巴閉閉啦。咁但係之後咧，確定啦，即係之後再翻翻去，哦，原來係因為美元貶值，咁之後我哋國家咧就出唔到口，咁就喺度鬧，喺度叫啦，喂，確定啦，嗱，唔得咁噶喎。你一口就話嚇、啊、人民幣操控你贏，我一口就話嚇、啊、要印銀紙做 QE2 咁，但係佢哋咧就好正嘅。阿柯就立咧就話，其實我哋做 QE2 都係刺激翻我哋本地嘅經濟政策嘅啫，刺激翻本地嘅經濟，而唔係講緊呢個嚇、啊、海外嘅問題。咁但係呢一句嘢咧，又係激嬲咗中國外交部啦。是啊，即係我諗中國外交部咧比較高調嘅回應咧，其實就感受到一啲壓力嘅。即係從中國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是、見到美國而家外交政策咧，同以前咧幾任咧有好顯著嘅唔同。即係你見到克林頓上台之後，啊啲或者甚至講遠啲，列根上台之後，啊小布殊啊呢、這個克林頓上台之後，然之後小布殊上台之後。似乎就即係上任之前就好惡死嘅，譬如好似列根咁就話啊，我哋要同咧台灣恢復一個官式嘅關係。咁克林頓上台之前咧競選時就話咧要將俾中國嘅最惠國待遇同埋呢個人權問題掛鈎咁。咁結果當然咧就係、是、即係從好現實嘅角度嚇，列根1982年同中國咧簽署一個中美聯合公報啊，成為三個重要聯合公報之一。咁啊，克林頓咧喺1994年就已經脱歐嚇、啊，將呢個人權同埋最惠國待遇問題。咁啊啊，小布殊我哋見到佢一上台咧，就有呢個海南島嘅。啊！軍機被迫降嘅事件啊，啊又向台灣軍售啊，氣氛好緊張咁，但係一嚟9/11咁又要同中國關係緩和翻。嗱、啊，奧巴馬就啱啱相反喎，一上台咧就全球金融海嘯，咁啊梗係要同中國合作啦，大家要嚇、啊、穩定個局勢。但係似乎咧之後就即係美國朝野咧就覺得喂，我哋讓步咗咁多，中國讓步唔夠。而且咧就隱然咧有一種聲音就係我哋美國都仲係 number one 嚇、啊，講嚟講去我哋美國都係 number one， 即係所以從中國嘅角度嚟講咧，就覺得呢個形勢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啊，亦都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因為咧係美國中期選舉咁，於是咧大家鬧下中國，中國嘅警惕感咧係好強嘅，即係理解到咧美國好可能咧。啊、對中國咧會繼續施加壓力，中美關係嘅困難咧會比較大嘅。呢、這個咁嘅貿易戰啦，係咪先？即係呢一個方面嘅嘢。咁另外講翻個貿易戰咧 ，G20 峰會咧，另外一個位咧就係講緊，哇 ，Bretton Woods System 2啊，即係可能對於各位可能係後生嘅朋友咧，可能唔係好知道啦。即係究竟 Bretton Woods System， 如果唔係讀過 Political Economy 都可能唔知道。咁就係金本位制度啦。咁啊，依家咧就有啲即係經濟學家，咁啊同埋一啲學者，咁就覺得哇，係、哎、你美國量化寬鬆又唔掂啦，人民幣匯率啊又話被操控啦，咁不如啊一家便宜兩家著，一為神功二為弟子，搞個金本位制度二出嚟，就用一籃子嘅即係貨幣又好，金自己金又好，咁樣將佢掛鈎，點睇咧？嗱，即係頭先你講 Bretton Woods 呢個系統咧，其實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啊，大家咧就去翻即係30年代、20年代嗰種所謂重商主義嗰種 mercantilism， 即係大家競相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外貿盈餘嚇，嚟到鞏固自己國力，擴大自己嘅國力。呢種做法咧，結果就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於是美國痛定思痛，就希望咧啊，一方面有世界銀行組織啊，啊國際貿易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啊，舊時啊叫做一般關稅貿易總協議咧，即係而家嘅世貿組織啦嚇。咁、希望嚟到咧建立一個體系咧，穩定種種嘅關係。咁頭先你講金本位嗰陣時就係話$35一安士黃金。就係、是、定位嘅，理論上咧喺嗰陣時咧，任何人可以、用一安士黃金換$35，亦都可以用揸樹$35換翻黃金。但係正正喺美國就唔夠黃金去贖啦，因為都唔夠錢，因為美國嘅外貿咧
赤字多啊，即係人哋手上嘅美金太多咧，都即係如果人哋要贖黃金咧，你都唔夠黃金俾，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私人嘅市場咧就已經唔再有呢種承擔啦。國家與國家之間咧，咁美國梗係撳住德國、日本呢啲嚇龐大嘅外貿盈餘國，即係雖然理論上得，但係你哋唔可以咁做啊！你咁做咪即係拖冧全世界咁。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到73年咧，基本上呢個制度都已經崩潰啦。咁啊自由浮動匯率，咁而家大家咧又希望話啊，做重新固定呢個匯率咧，我諗係難嘅。難嘅意思就即係嗱，咁你舊時就個定位啊，就35美金，35美金一盎司黃金，咁然之後大家咧就即係 pack to 美金嚇，同美金掛鈎。咁你而家咧又話同一籃子貨幣掛鈎咧，咁啊梗係話邊啲啊邊啲貨幣可以入呢啲呢個籃啦？咁呢個冇政治決定啦，都唔大爭議嚇。咁但係喂比重點計咧？嚇！咁呢個比重喺第，而且咧，我諗今時今日咧，嗰、那個重再第一次嘅定位咧，我諗都有排拗啦，係咪？即係你嗰一籃子貨幣嘅比重，哇，有排拗！你嗰、那個定位，第一次定位嚇，第一次點 pack 法啊？點定位？哇，又有排拗！我相信在今日嚟講咧，大家其實都見得好清楚，即係互信不足。嗱，舊時就話。即係前兩年就話啊，國際金融海嘯，大家無論如何同坐一條船，搞掂呢啲問題，嗌交都唔准嗌住咁。喂，而家都穩定下嚟咯，好少少啦。咁你美國又唔掂，咁但係中國又覺得自己掂翻啊，好多發展中國家又覺得我好掂啊，咁即係大家相互合作嗰種誠意咧係唔夠。你睇歐盟都唔得。啊！愛爾蘭都唔肯，愛爾蘭啦，梗係唔肯俾你嚟幫手啊！因為你哋個個話幫手，就然之後咧設好多條件，愛爾蘭就話：哎，我唔使你幫手，我自己搞掂。係咯，望到希臘就知道咩事啦，係咪先？好，休息翻嚟再傾下呢一個國際啊政治經濟形勢。翻嚟第二節嘅國情講情啊，嗱。呢、這個 APEC 嘅峰會咧，就嚇、啊、即係事前嗰啲咁嘅經濟部長會議啦嚇、啊，就開始已經喺日本咧，外資園一路開緊噶啦。咁咧好出奇地咧，喺呢個時間咧就講，新聞又好啦，傳媒又好啦，就發覺，美國做咗好多嘢，好似想圍堵中國啊！嗱，包括支持呢個印度入常啦，係咪先？仲有嗱，奧巴馬咧。即或者之前的美國總統很少試過就是一年去幾次東南亞國家，但是你發覺他好像上任之後去了3次印尼，雖然他是其中一個他住過的地方，但是那種味道很濃郁，是不是？是啊，起碼在中國眼中就覺得一連串的措施都是針對中國、啊、而令到中國咧都有少少挫折感，起碼都提高警惕嘅。譬如首先咧就係、是、APEC 咧啊呢、這個亞太經合組織咧，就當然咧係過去咧就雖然就係日本同澳洲提出嚟，咁但係咧就即係主導都係美國嘅，啊咁啊有美國喺度，咁啊美國就一直咧都希望利用呢個 APEC 咧。嚟到推動呢、這個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咁，最大嘅打擊咧，其實就喺1997、1998年嘅亞太金融危機，因為嗰次金融危機咧，受重創嘅我哋大家都知啦，係包括咧泰國啊、泰國啦，跟住就印尼、馬來西亞同埋南韓啦，呢啲亞太國家就覺得喂，你冇西方國家冇幫到我手喎，我唔掂嗰陣時。啊、你冇幫手，仲嚟買我啲嘢，即係差唔多就話趁我病攞我命嚇。咁、啊、所以咧就有相當反感嘅。事實上正因為如此咧，這個、呢個咧東盟加三咧先至能夠成事嘅。以前就咧呢、這個日本同埋美國都反對東盟加三嘅，即係東盟加埋咧中日韓咁。咁正因為亞太國家覺得你都唔幫手、啊、我要搞啦。咁而東盟加三咧，亦都產生過呢個所謂咧，即係美喺泰國嘅清邁嘅協議啊，即係大家咧係話各有即係願意承諾拎筆錢出嚟
互相交換呢個貨幣，即係因為上一次亞太金融衝擊咧，就係泰銖咧嚴重的貶值，跟住好多地方嘅貨幣都貶值啦。就話啊，如果受到衝擊，呢個短期嘅資金咧啊，短期嘅頭寸周轉唔掂咧，我哋個國家咧就會咧係相互間咧係會咧提供啲錢俾你，等你撐住穩定住個大局勢咁。呢個其實又係美國反對嘅，因為美國就覺得喂，我哋已經有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你咧係咪想搞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同我唱對台咧？咁即係美國唔中意嘅。咁但係因為你到時又冇幫到我手。咁於是亞太國家咧就覺得我哋啊求人不如求己，我哋自己嚟搞個東盟加三，搞個清邁協議咁。咁而咁喺呢個基礎上咧，進一步咧仲有一個東亞峰會嘅。咁到東亞峰會咧，我哋已經見到一種角力啦。即係到中國本來就話東亞峰會咪即係東盟加三啦，夠啦，到此為止啦。2005年開嚇，咁但係咧就係日本啊、美國啊嗰啲咧。就知道咧係美國被排斥，暫時你都唔能夠拉美國入嚟啊！於是佢就話溝淡佢，就咧將澳洲、新西蘭同印度都拉入嚟。咁、那個目標其實都明顯就係平衡中國，唔好等中國話曬事。雖然冇美國啦，咁但係起碼有日本、有澳洲、新西蘭、印度一大堆，即係唔能夠讓中國話曬事啊！咁而家咧東盟加三咧。即係東盟加呢啊呢、這個東亞峰會咧嚇、啊，其實就即係東盟加六啦，就仲溝淡佢添。之後咧，下一出年咧就會咧美國啊、俄羅斯咁去，咁即係美國都重返呢個亞洲嘅舞台啦。咁即係中國，你嚴格嚟講，你話中國一大輪嘅盤算都有少少落空啊。本來就話嗱，我哋亞洲人自己傾偈，唔使理美國咁。講咗一大輪搞下，先嚟澳紐。澳洲、新西蘭，而家美國又翻嚟，咁你會見到咧，即係中國都受到少少挫折。咁你頭先你又提到咧，即係美國又拉攏印度咁啊，聯合國入常是一個即係常任嘅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咁其實老實講，呢張係空頭支票嚟嘅啫，即係今時今日邊個都唔能夠暫時入，即係唔能夠話單獨一個入住嘅。因為好簡單，你要一下子咧傾掂曬，將呢個安全理事會嘅制度咧，嚇而家係15個，有5個常任理事國，你要傾一個方程式嚇傾掂先至能夠講嘅。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咧個個州份咧都有好大嘅爭端嘅，嗱，即係譬如呢個亞洲咁你有日本、印度，係咪日本、印度都入去咧？哇！咁南韓未必服氣喎，嗱，巴基斯坦就一定服氣啦。咁所以自己都傾唔掂嘅。咧，即使歐盟嗰邊咧，歐洲嗰邊咧，德國同意大利都爭執喎。咁你英法入咗去，咁德國又梗係要入啦。德國覺得理所當然要入。咁我哋咁意大利咧嚇，咁然之後巴西入咧，阿根廷又覺得喂點可以冇我份咧？就治理啦。咁於是咧有排傾。即係暫咁，但係咧，你都見到美國咧先開張空頭支票，嗱，我撐你啊，我支持你入啊，咁啊，咁的確咧，即係圍堵中國嘅成分咧係強咗。咁仲有一樣咧，就係美國咧就知道呢個 APEC 嚇呢個亞太經合組織咧，似乎即係個號召力唔夠，咁又想拉攏咧同佢最親密嘅日本啊、澳洲、新西蘭啊、智利啊，啊，甚至或者可能係印度啊，咁搞個自由貿易體系啦。咁好明顯咧，就係初期嘅討論咧，初期嘅磋商咧，冇中國份嚇。咁呢啲都係令到中國比較警惕嘅發展嚟嘅、因為看似咧，即係呢個咁嘅，我唔淨係睇呢個中國威脅論啦。喺呢一個過去咁多年啊，或者睇歷史嘅時間啦 ，OK， 或者大家可能。即係大家讀中國文化都計過盲而秩序，我諗起呢一樣嘢就諗到點解東盟 OK 啲人咧係咁，即係或者啲國家或者地區咧係咁驚又好啦，或者對中國咧係產生呢個咁嘅害怕，即係因為過去啦咁多年啦嚇、以前即係都係要即係前朝就要進攻啦，睇翻歷史係咪先好多時咁啊？你冇第二個老大哥嘅時候，咁你冇得搞啊，係咪先？咁啊，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就嚇，依家今日全球嘅局勢，咁你多咗咁多新興經濟體，你仲有美國、歐洲可以拉攏嘅時候，咁
到東南亞國家，其實不一定是需要看大陸的面色的。是，當然了，正如你所說呢，他們有一個字眼呢，就用英文說呢，就叫 hedging， 即是一種對沖，其實也是一種傳統的港國際關係的一種力量的平衡，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要維持力量的平衡。那東盟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的，就是你整個亞太地區呢，沒有人說得完事，即如果你美國話事，咁中國唔服氣，日本呢亦都未夠資格。如果中國話曬事咧，咁日美梗係反對啦。咁於是咧，東盟嘅如意算盤就係你各大國唔能，你唔服我唔服你啊，咁最好由我主導啦。咁中國咧亦都係好樂於咧順水推舟嘅，所以中國成日都話啊，咁就讓俾東盟做主導啦。咁東盟係佔到便宜嘅。咁但係如果中國嘅勢力日漸強大的時候呢，東盟呢就會覺得呢，即是從這個力量的平衡的角度來看，或者從一個 hedging， 從一個對沖，現在興講對沖，從一個對沖的角度來看，那就拉回美國進來了，所以我們會看到呢，前幾個月不是有美國和越南有個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我們看到那個美國航母艦佐治華盛頓號剛剛在日本海和南韓演習完，就立刻走下來南中國海，又和越南演習。但是呢，即東盟呢也都明白呢，即在今日的世界呢，其實這種即是平衡的，或者你說是一種踩鋼線。東盟呢基本上就不想說要選的，即是我選美國跟著美國就排斥中國，或者我選中國排斥美國，即東盟當然希望面面俱圓，你大家尊重我，等我東盟呢利用你的矛盾來到主導，所以我們看到呢剛剛演習完呢，越南的副總理和外交部長呢又立刻訪問中國，即亦都示好啦，即不是說不理你的，大家都是一種平衡。但是呢，由於中國國力的膨脹，特別是由於呢中國的海軍力量的擴張呢，的確呢是令到東盟呢是提高警惕的，因為即是中國呢，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呢，就真的會猛起航母艦的，你都知道是的，起緊啦，2012差不多應該到啦，是聽一般估計呢就2014年左右到2014、2015就兩個航空母艦艦隊呢相繼埋班的，而且現在還有一種提法呢，就到2025年呢有6個航母艦隊的，即有些是重型，有些輕型，因為他的角度就說，喂，我們的油呢起碼呢六七成或者將來七八成呢是由中東地區來的，咁中東來的油經過印度洋，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咁經過這個東南亞南中國海海域去到中國，喂，我們中國事實上今日就沒有海軍的力量去保護我的商船和油船，今天其實都是主要都是美國和日本呢是主導這個海軍的護航，如果但是中國如果一旦要說我有護航的力量，就說起碼有，即先有兩個後有六個航母艦隊，如果中國有六個航母艦隊就真的嚇親印度、東南亞國家的，所以你看得到呢這種中國威脅論的確有死灰復燃 的跡象。但是為什麼中國即在這些這方面裏面呢，即我不相信國務院是沒有想過這些問題，造成到今天東南亞地區即原本以前大家都很憎美國的，靠中國拉攏，但到現在好了，發覺財大氣粗，同時間又不做這些事去補救，為什麼國務院或者即中國當局不會想到這些事？我相信呢就是似乎那個大局呢還不是看得很通，即譬如我們從旁邊看我們都看到最近呢就是日本拘留我們在釣魚島那隻漁船，但我們鬼殺那麼吵，但其實我們中國人沒有留意到呢，在差不多同時呢我們又拘留了越南一個漁船呢，說它侵入我們南中國海，我們南沙的海域的，其實這一類的衝突呢是會令到大家很擔心的，這些 是真的要好好地是處理別人的憂慮，即是我們沒有從別人的角度來去想問題了。
好，今日國情講情就去到呢度，咁啊多謝曬教授先，好，下一集再見。